他懂一家人的意思吗？他整天利用我爸来打压我，我跟我爸关系闹那么僵，他功不可没呀。即使你跟你爸关系闹那么僵，也不能全怪我姐。那怪谁呀？也应该怪你自己。想办法？想什么办法？这很简单啊，找个机会把你妹妹送走不就完了吗？送走？送哪儿？非洲、欧洲、美国、澳洲、新西兰，哪儿都行，越远越好。你不是说过你妹妹喜欢服装设计吗？拿笔钱把她送到法国去，就学服装设计。这样你在你妹妹面前不但能落一个人情，而且在江之凡那儿，他也会对你这个当姐姐的刮目相看的。哎，这是个好办法啊。如果美姬出了国，要是江浩天爱她的话，会一起跟着去。江氏集团董事长江之凡身体欠佳，退居二线，那我潘小婉不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江氏集团的董事长了吗？对呀。不错，是个好办法。哎，再过11个小时啊，你的生日就要过了，说吧，有什么愿望我帮你实现。不要再开我玩笑了，我没心情。把手给我。感觉到我的心在跳吗？